当叶问来到2023年会发生什么？这天叶问正准备开打，一个白毛来到了他身边，让叶问一边待着去。随后大叫一声，朝着摩托党就飞奔而去。摩托党掏枪就射，描边枪法名不虚传。白毛一记飞踢将摩托党踢飞，然后帅气的将摩托车停在叶问面前。这部电影绝对是宇宙无敌天花板级别，四大影帝同台竞技，影片中的打斗场面更是相当精彩，从头打到尾，全程无尿点。叶问一如既往的猛，一分钟就干趴下10个美国壮汉，就连这名女狙击手都能用子弹从手指缝中穿过狙杀敌人，合情合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快节奏的动作片，推荐你去看看原片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